Sea Kitchen 看一下要吃什么。我们现在来 order 先，到 Lucy Kitchen 看一下它 menu 是什么。哦，这是小孩子套餐，汤，然后还有什么粥？哇，真的什么都有，牛肉面，再翻。诶，这好像很好吃这样的，可是这个，这个才20啊，这个是 nasi biryani， 很像阿娜妈咪那种，米粉 series， 这个好像也是很好吃这样的哦，说南方就是很适合外国人来这里，因为这很代表我们沙巴 Malaysia 的那种食物哦。这种还算 OK 咯，价钱。Spaghetti 也是有，哎，这个焗烤那个 pasta 的，好，我们有叫比萨的，有帮我写吗？还会一起看到我有黄梨比较开胃。哇，这里到甜品了，罗酱我们上次有吃，还 ABC 我有吃输给丹麦。然后这些饮料是多少？8.9还行。热的3块、4块、6块啊，是啊，差不多是这种价钱哦。这样美的环境，然后看一下人家环境有几美哦。哇，你看那个海，哇，那个天空变了很漂亮的颜色了咯。隔壁是那个一个酒吧来的，什么 Zing 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就是这样的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race。今天我们在 Lucy Kitchen 当中阿路。Hello， Happy。好吃的嘛哦，怎样？好吃，这个是韩国炸鸡，韩国炸鸡，然后就普通的甜辣酱，甜辣酱啦，正正常常的味道，68.97分了吗？打来了，肉呢？切呢？哇，看一下会不会拉丝？这个35块哦，是 OK 了，这样的环境，它70都不懂。啊，还算薄啦，不会很厚啊，那皮可以了，旁边面比较厚一点点啊。来吃看好不好吃？
萨我就想到我们去哥达伯勒。哥达伯勒那个披萨好吃，那个很多去说那个。意外的呢。下次我们又去吃。那个真的很意外。哇，原来人家那个店主是环游世界来的，有料的人。好唔好食？多少分这个？多少分？满分？100。68点吸走，几多啊？78.9啊！那这个就烤得很香脆。嗯，如果你看它那种脆脆样子，好像完全脆胀起来了吧？就烤得很胀起来。你爸爸还没有讲，好了好了，你吃了你吃了，我还没有开始吃啊。YouTube 是很忙的，请你们按赞订阅可以吗？拜托拜托。你看我还没有吃，我都在拍。这个是牛肉的 Nasi Biryani， 这个是老板的。那可能是他的 sauce， 我也不太懂，我没有，我不是咖喱来的，不知道什么，我像番茄，我可能我不会欣赏的。那他是？不是糖来的，要配饭的。很多那种印度香料的，我这不会的，有酸菜。印度米，吃这个。它的肉你闻到好不好？嗯，好吃，反正它闷到够软。给多分啊？哎，这个我给了高分哦。高分啊？嗯，这个我给超过90啊。90以上，哇，这有没有美味认证啊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嗯，真的，真的好吃。老板家有90分以上的人当牛肉，我要试啊！嗯，它的米也是很好吃，热热的米热，就真的真的可以拿到90分以上啊！它饭就是热，热的。我们每次去打包那种都是冷掉了的啊，它这是饭是热，然后很香。可以酸菜也是好吃，好吃哦，这真的好吃。只是那个字，不知什么字，就是啦。不会品尝啊，那是都是好吃的东西。你看，给到红葱、青瓜、萝卜、辣椒这样子一起腌制嘛，然后酸味又够，甜味又够，真的好吃好吃。你们要试一下，你们也试。我吃了啊。那别不要试一下来，给你试一下，我觉得真的很好吃。我要试这个，终于到我要吃披萨了。嗯，它皮是薄薄的。我们叫的这个是 chicken Hawaii， 但是这个披萨不便宜啊，35块。它的 cheese 没有到很多可以拉丝的那种哦，但是味道是 OK 啊。这是普通正常啊。因为我们没有说很饿很饿，所以没有叫很多东西，就这样啦。所以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分享哦，拜拜。